红绿灯前意外事件突然发生，可能作案的时间就一两秒时间，很快就趁他不注意东西一抢就跑了。短时间内多地连续发案，竟然都是一人所为。他也不抢别人钱财，也不抢别人包，就只针对金银首饰。表面单枪匹马，实则另有玄机。这个嫌疑人是不是另外还有结缘同伙？是不是有车？一线特别策划，关键时刻，黑手正在播出。这天晚上8点多，从浙江来当阳做生意的何先生驾驶着一辆棕色越野车，正准备回自己的住处。由于在路口遇到了红灯，他把车停在了斑马线前，并且随手摇下了车窗。因为我们平常停车嘛，有抽烟的习惯嘛，那个时候就窗户摇下去在那里抽烟嘛。然后后面就是过来一个人嘛，也没注意。何先生所没有注意到的是，在他右前方突然出现了一辆白色摩托车，不同于正常行驶的车辆，他在左转之后并没有进入相应的非机动车道，而是逆行绕到了何先生的车旁。戴着红色头盔的年轻男子像是不经意间路过一样，向何先生的车内看了几眼，随后便骑着车缓缓离开。骑到一辆摩托车，是面对面的过去的，他因为这是一个街道上面，有个人骑车从他旁边走，就很正常，他也没太注意这个事情，过了就过了。可是仅仅20多秒后，这名男子便从之前消失的位置再次出现在监控画面中，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则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好，你好，哎，请讲。哎，我那个就是你的那个项链被人抢了。在什么地方啊？东阳城西啊，那个红绿灯那里啊，我就是在红绿灯等红绿灯的时候，车停到那里，有个人锁身进来帮我抢了就跑。好的好的，您稍等，我们来通知警察过来啊。好，哎，好。在那里等红绿灯，等的时候被一个陌生的男子把他脖子上面的一条金项链抢走了，因为第一他是外地人。第二的话，可能他生平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情，就是说话的语气我们都能听出来，很害怕。原来何先生来到当阳才不到一周时间，平时接触的人也都是他的客户和朋友，从未在外面和人发生过冲突。而那条被抢走的黄金项链是他几年前在老家购买的，作为自己身份和幸运的象征，何先生每次出门都会带着它，却从未想过会给自己招来这样的事情。我们辖区内近几年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案件，这些案件在这个我们的主要的闹市的红绿灯啊发生了，案件的这个造成的社会影响很大。当时呢，我们就迅速的组织我们的合成作战室，迅速成立专班，认真研判。在分析案情时，嫌疑人作案的几个细节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这名男子在第一次接近何先生的车时，本有机会直接实施抢夺，可他却把不方便穿行的摩托车停在了路边，随后再返回作案。而直到信号灯由红变绿的前几秒钟，他才最终选择动手。这时的何先生反应过来时，已经很难再进行追击。可能作案的时间就一两秒时间，很快就趁他不注意东西一抢就跑了。因为他后面有车，他的车后面还有车，一抢完后面一跑的话，根本就看不到。他确实是手法比较老道，我觉得我们应该来说的话，他起码不是新手，我不能说他是不是惯犯，起码应该不是新手。现场的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起经过精心准备的案件，而周边的视频侦查结果则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判断。通过查询这辆白色摩托车的活动轨迹，民警发现，早在案件发生的2个多小时前，这名男子就已经在城区的各条街道踩点。进来之后就一直在我们主城区的各个路口啊、各街上到处晃悠。根据他的一些表现的话，我觉得他应该就是在不断的寻找作案目标。从当天下午5点53分第一次在监控中出现，到晚上8点29分最后一次露面，监控中的嫌疑人在2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始终是独自一人行动。民警并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同伙，而嫌疑人最早和最后出现的位置都是在当阳市郊的同一处监控视频中，
这似乎给了警方某些破案的线索。他在这里出现，然后最后消失，也是在这里消失的。当时我们都分析，就认为是本地人作案嘛，因为这样的话就分析是他会不会就是在这个消失的这个区域，因为这里是一个城乡结合部，这里有很多那个出租屋，我们怀疑就是说他是不是就是本身就在这里租住。针对这一情况，专案组立即组织警力围绕当晚嫌疑男子和车辆消失的位置，对周边进行秘密摸排，寻找其可能的下落。同时，鉴于嫌疑人很有可能不是首次作案，民警也对周边地区的类似案件进行了串并。巧合的是，就在9月24号当天中午，与当阳市相距并不算很远的湖北省钟祥市，同样发生了一起利用摩托车进行抢夺的案件。钟祥的被害人被抢时，他是和他的朋友骑着一辆摩托车载着他，在也是在红绿灯十字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嫌疑人他把摩托车停在他的旁边，等那个红绿灯就变成绿灯，别人走的时候，他突然间伸手把那个受害人脖子上面的项链抢就走了。从他的那个衣着特征和那个驾驶的摩托车，这个方面去看的话，也都非常相似。所以说，我们当时就是认为他对我们这里、对我们当阳和对那个金门的钟祥都非常熟悉，因为从钟祥那边过来的话，并不是很远。骑摩托车的话，我估计3个小时以内肯定能到。一天之内2度作案，并且都是采用抢夺的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当地居民的不安。为了尽快抓获嫌疑人，警方加大了对重点地区的摸排力度。而在这一过程中，一名叫姚兵的年轻男子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后来我们对那个出租屋排查的时候，有一个嫌疑人，他就是恰好和当时的几个特点比较相似。首先呢，他是在金门那边上过学；第二的话，他家里面也有台那个白色的那个踏板摩托车，和那个当时我们案发时那个嫌疑摩托车比较类似。恰好他也没有正当的那个收入来源，当时我们就把这个人纳入到我们那个嫌疑对象。那么姚斌会不会就是警方所要寻找的嫌疑人呢？可在进一步的走访调查中，民警却排除了这一可能性。经过进一步的了解的话，我们后来发现这个年轻人在案发的这个时间他不在丹阳，在外地。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案件的调查却始终没能取得重大进展，嫌疑人的真实身份依然是一个未解之谜。不同于此前警方有关本地人作案的假设，案发后嫌疑人再没有在当阳露过面，相反他却在周边的其他城市不断现身，并且屡屡作案得手。2016年9月29日晚上7点多，湖北省枣阳市的居民赵先生在晚饭后散步的过程中，被骑着白色摩托车的嫌疑人盯上，并且被持续跟踪了数百米，随后在一处监控覆盖的死角内，对身边危险毫无察觉的赵先生被抢走了一条价值13000元的黄金项链。2016年10月2日中午，湖北省宜城市的居民方先生在驾驶电动车时，遇到嫌疑人驾驶的摩托车从右后方超车，在两人并排时，嫌疑人突然伸手扯断了方先生价值9700元的金项链，随后加速逃离了现场。从2016年8月中旬开始，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由这名嫌疑人直接实施抢夺的案件，仅在湖北省内就已经有20多起，范围遍布宜昌、荆门、襄阳等多个城市。我们把案件就是串并后啊，第一，他都是单人骑摩托车作案，基本上他骑着摩托车，按报警人说的话，颜色都是差不多一个颜色，手法相似，就是说骑摩托车趁人不注意、趁人不备的情况下去抢别人脖子上面戴的项链，而且他针对的也只是黄金首饰，他一般来说都是针对男性，因为男性脖子上面挂着的项链都要粗一些，价值要高一些，女性是非常少的，他也不抢别人的钱财，也不抢别人的包，就只针对金银首饰。那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嫌疑人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相距几百公里的多个城市间辗转作案的？而如果他不是当阳本地人，
那么9月24号当天，他驾驶的摩托车是如何躲过入城卡口的众多监控，出现在当阳城区，并且在案发后成功离开的呢？然后通过视频追踪，始终没有发现这台摩托车后来的踪迹。当时我们在研判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年轻民警就提出了一个想法，就说的这个嫌疑人是不是另外还有劫运同伙，是不是有车，就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就是会不会这种大车拖小车。据我们了解的话，我们其他公安机关也是曾经侦破过这种案件，就是用一台轿车拖着那个摩托车到处流窜作案。因为用摩托车的话，它的那个活动的区域比较受限制，但是轿车的话，它的活动区域可能会更大，跨省都有可能。种种迹象表明，在嫌疑人独自骑车作案的表象外，应该还隐藏着他的同伙和其他交通工具。顺着这一思路，专案组民警重新调取了9月24号当天当阳城区主要交通卡口的监控，并重点围绕可能搭载摩托车的车辆展开调查。经过大量分析研判，一辆湖北襄阳牌照的深色越野车出现在警方的视线中。监控画面显示，这辆深色越野车是在当天下午5:46通过玉阳办事处的入城卡口进入当阳市区的，而仅仅7分钟后，嫌疑摩托车就第一次在离此不远的监控中出现。下午5:59，嫌疑人驾驶的摩托车经过了市区一家酒店门口的监控，而半分钟后，这辆深色越野车朝着同样的方向从这一监控中驶过。下午6:03，这辆越野车出现在了案发现场的十字路口，并且最终停在马路西侧一个离案发地不到50米的停车位上。直到当晚8:22，在嫌疑人成功作案后不久，这辆车就迅速离开了现场，消失在夜色之中。他那一台车是一辆 SUV， 他那个 SUV 的后面后排那个把它放倒之后，他的那个后排和后箱是可以放下一辆他那种踏板车，和我们案发现场隔得也比较近，可能就隔了一个红绿灯十字路口，所以我们当时就很怀疑这个车辆有可能就是他的同伙人开的车辆，然后进对他进行接应接送的。那么这辆越野车与嫌疑摩托车在活动轨迹上的高度重叠，究竟只是巧合还是存在着某种关联呢？通过查询车辆的行驶记录，民警很快得出了结论。因为在近期嫌疑人作案的其他城市里，同样出现了这辆车的踪迹。基本上就这辆 SUV 棕色 SUV 出现的时间都是在作案前不久或者作案后不久，作案前不久来到这个城市，然后作案后不久离开，因为他同时要和作案人员一起把他摩托车载走，这样就更坚定了我们的信念，就觉得他们是一伙的，是结伙作案的。根据这辆车的车型和悬挂的车牌，民警查询到越野车的车主名叫殷群，是湖北省宜城市人。尽管殷群本人并没有任何违法犯罪的记录，但与他交往密切的同村村民杨昭却有着因为抢劫和盗窃而入狱的前科。那么我就对杨某就进行排查，进行核查，排查以后呢，发现他那个体貌特征和我们这边现场作案还有我们串灭案的作案的特征都不一样，他要胖一些，然后要高一些。无论杨昭还是殷群，他们的容貌特征都与嫌疑人有着较大差别，但通过进一步调查杨昭的社会关系，民警在曾与他一起服刑的人员中发现了一名叫柯维明的男子。然后发现柯某和那个杨某他们两个是那个狱友，我们把柯某的那个人像资料和我们现场遗留的视频进行认真比对，发现相似度非常高。是这样的话，当时我们就认为柯某有非常大的作案嫌疑。经过多方调查，警方了解到柯维明是湖北省大冶市人，曾因抢夺罪被判入狱，直到2015才刑满释放。然而重获自由的他不仅没有走上正道寻找稳定的工作，反而因为沉迷赌博欠下了累累债务。可最近一段时间，他不仅在生活上出手阔绰，
而且与殷群和杨钊来往密切，三人不仅一起在湖北省襄阳市租了一套房，还经常开着这辆深色的越野车外出。根据这一情报，民警在多起案件的现场附近都发现了杨钊和殷群共同参与作案的证据。这三名犯罪嫌疑人啊，后来经过我们研判，在我们全省包括湖南境内啊，多起作案应该有几十起。这样呢，我们就迅速研究啊，制定了抓捕方案。我们组成了8个的抓捕小组，然后我们实时对这辆车辆进行这个监控。后来又发现了啊，他在我们的南漳啊包康一带活动。这样我们抓捕组迅速出击，最终在襄樊将这三名嫌疑人一网抓获。当时我们在他家里面搜查之后，发现有一少部分那个金银首饰，但是这些金银首饰的话，相对于他来作案的整个作案的几十起案件来说的话，价值是非常非常小的。这样我们就想到他肯定就是每做一次案之后，他会把这些金项链拿去变卖。你们的东西大概卖了多少钱？大概卖了20万多一点吧，因为我们是低价出售，跟市场价是有差很大的。据三名嫌疑人交代，由于作案时采用的是抢夺的方式，因此到手的金银首饰大多已经断裂和破损，这使得他们不敢进行公开售卖，很多时候只能通过非法手段进行处理，而这也让警方后期的追赃工作变得困难重重。经过几个月的不懈努力，尽管当阳警方成功追回了部分被抢的财物，但仍有相当数量的被抢金银首饰因为多次转手或者重铸而很难被寻回。我只能说对不起那个受害人，太多了，真的，我这没办法当面给他道歉，只能说通过你们这个平台给他们说一声对不起。充满疑点的细节，意味特殊的影像，追踪逃避相遇，正与邪，罪与罚，一次次扣人心弦的较量，一个个解开谜团的瞬间，关键时刻方显本色。一线特别节目关键时刻，夏日夜晚，女子突遭抢劫，两名男性持刀在背后将之劫持以后，将他随身的挎包抢走。不同寻常的作案时间，发案的那个时间段属于百步亭、花园路，还是人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时间段，并不是说街上已经空无一人了。令人费解的监控疑点，警方将如何解开谜团？一线特别策划《关键时刻》，黑手正在播出。这里是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的一个居民小区。2017年7月19日，小区的居民像往常一样在楼下的空地上休闲活动，他们谁也没注意到几名陌生男子正心事重重地徘徊在这里。这个小区是一个廉租房，它里面的住户的量非常的大。他们是来自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的侦查员，几个小时前沿着嫌疑人的活动轨迹，他们一路追踪到这里。那天中午也很热，太阳很毒，我们就在草地上三三两两的坐在那里闲聊，外人也看不出来我们是警察。根据掌握的情况，侦查人员要找的嫌疑人是两名。这两名对象的体貌特征我们通过追踪的时候已经明确了，骑车的人穿的是一件蓝色的阿迪达斯三叶草的 T 恤，另外一名男子穿的是一件这个绿色 T 恤。但是对嫌疑人的具体情况警方一无所知。到了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在二栋的楼下发现了一名跟当时录像里面发型很像，但是衣服又对不上号的一个男性嫌疑人。警察别动，罗总，警察别动，别动，你把拿着手走就行了，你把拿着手走就行了。
叫什么名字？叫啥名？昨天晚上干啥嘞？公安局的找上门口了，坐。是的。说实话，对自己有好处的。那么，这名男子是谁？他到底涉及一起什么案件呢？事情还得从前一天晚上武汉警方接到的一起报案说起。2017年7月18日晚上10点多钟，我们百步亭辖区一路口啊，发生了一起抢劫案。接到报警，110指挥中心迅速将情况通报给了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许奎工作站。我们接警之后，我们就赶到了现场。报案的是一名姓罗的中年女子。两名男性持刀在背后将其劫持以后，将他随身的挎包抢走。二人的描述中，侦查人员了解到，实施抢劫的是两名身高在1.7米到1.75米之间的男子。发案的那个时间段属于百步亭、花园路，还是人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时间段，并不是说街上已经空无一人了。嫌疑人为什么如此大胆，选择在这样一个地段作案呢？当时我们觉得还有一点奇怪。从现场情况了解之后，我们负责视频的同志就开始赶回我们的许奎工作站的视频工作室，开始进行那个视频追踪。从案发地点周边的电子监控中，侦查人员发现了两个可疑身影。从现场的视频监控来看，嫌疑人骑着一辆电动车。发现嫌疑人在抢劫之前已经在那条路上已经寻找过多次作案的一个目标，但是嫌疑人始终没有得手。这一名女性受害者来了之后，可能是她选择走路的那条街，别人都是走在马路靠沿子上，她选择走路走在那个围墙的边上，正好给嫌疑人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作案的一个空间。由于案发地段光线较暗，加上这里远离车流密集的主路，给犯罪嫌疑人提供了可乘之机。案发之后，我们视频追踪开始是从现场向周围扩散，分两路，来的方向和去的方向。我们投入了很多视频员在分析这件案件，他们应该逃离的方向和他作案之后逃离的手段。嫌疑人十分狡猾，具有较强的反侦查意识。从视频监控中，侦查人员发现嫌疑人无论来还是去，车速都非常快。他每过一个路口，他的时间比步行要快得多，而且他的电动车选择没有把夜行灯打开，实际上他就是一个黑影，瞬间就过去了。这为警方的侦查工作带来难度。因为夜间视频条件不好，我们反复从工作站到达现场周边，到现场以后感觉嫌疑人可能选择的方向，然后再回视频室接着看。经过近10个小时的连续作战，侦查人员终于在一个视频条件较好的卡口监控中获取了有价值的线索。骑车的人穿的是一件蓝色的阿迪达斯三叶草的 T 恤，另外一名男子穿的是一件这个绿色 T 恤。这个线索让侦查员们十分振奋。然后从这个地方作为一个支撑点，往后开展工作的话就比较轻松一点。侦查人员顺线追踪，一直追到10公里之外的一个小区。大概追了有10公里的视频路线，嫌疑人就是多次从大马路故意进入一些小岔路，然后再绕到大马路上，故意逃避一些城市视频的探头。小区大门附近的一个电子监控清晰记录下了嫌疑人的身影。天星花园附近发现了嫌疑人进小区的一个大概只有3秒钟的视频吧。在小区里的这个电子监控距离大门不到30米，它是进出居民区的必经之地。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在这个电子监控中，侦查人员并没有发现嫌疑人的踪迹。小区录像居然没有看到他，一是没看到他进来，第二没看到他从门口过。那么拐进这个小区大门的嫌疑人怎么会消失了呢？这就引起了我们的质疑，那他到底去哪里了？许奎将侦查员分成两组，
一组侦查员前往嫌疑人消失的小区进行实地侦查，一组留在工作站继续对视频监控进行梳理。如果是单纯的在那里掉头的话，又没有理由，因为犯罪嫌疑人他任何的活动都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的，不可能盲目的在那里回避摄像头。我觉得这两个人做不到这一点。于是我们调整我们的思路，既然他在盲区内，他就不可能插翅飞出去，那么我们就把盲区盯死。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仔细的视频追踪，侦查人员发现一个小时后，嫌疑人再次出现在小区门口的视频监控里。看见一辆车尾灯类似的一辆车在那里掉了个头，然后笔直离开了。顺着嫌疑人离开的方向，侦查人员调取了小区路口的城市监控，应该可以看到他的，但是那个时候又没看到他，反正百思不得其解，他到底去哪，他到底又去干嘛了。我最后才发现，他从这个大门口啊掉头以后，直接拐弯拐到了这个小区一个侧门。与此同时，负责在嫌疑人消失小区进行实地查看的侦查员也有了重大发现。就发现呢，小区啊门口是一些宵夜的摊点，白天都一般都是关门了，他都是晚上出摊子。侦查人员分析，嫌疑人消失的这段时间应该在这里吃宵夜。我们继续调小区的监控探头，就看到了他从，果不其然是从侧门进来的。刚到侧门门口的时候，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就下车进了一家超市，在超市大概待了三分钟就上了车。嫌疑人驾车进入小区，再一次失去了踪迹。那个小区是一个廉租房，它里面的住户的量非常的大，而且流动性也很强。为了不打草惊蛇，侦查员们只能在小区里展开秘密侦查。除嫌疑人驾车的身影，警方唯一掌握的线索就是两名犯罪嫌疑人的着装。从罗女士被抢到侦查员追踪嫌疑人来到这个小区，已经过去了十几个小时。在这十几个小时里，如果嫌疑人换掉作案时所穿的衣服，侦查人员还能将嫌疑人一眼认出来吗？走访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效果。我们就在草地上三三两两的坐在那里，闲聊，外人也看不出来我们是警察。但是侦查人员并没有泄气。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在二栋的楼下发现了一名跟当时录像里面发型很像，但是衣服又对不上号的一个男性嫌疑人。侦查员紧紧跟着这名嫌疑人，我们跟着他一起在小区里面转了，走了有一分多钟。从走路姿势上判断，这名嫌疑人就是视频中坐在后座穿绿色 T 恤的男子。警察别动，我动。警察别动，别动，你把篮子手抓起来，你把篮子手抓起来。叫什么名字？叫他昨天晚上干啥嘞？公安局的找他门口了，说。是他。昨晚上跟出去的时候抢了别人东西了吧？是不是？是不是？啊，带上去。多年以来培养的那种看视频的那种经验，让我们在抓捕的过程中能够不用看他的面相，就看他走路的姿势，都可以知道大概跟嫌疑人已经80%-90%已经对上去了。郭磊，1989年出生，湖北省武汉市本地人。抢了什么东西啊？抢了什么？一个皮包。一个皮包的，兜里多少钱？1500块。按照嫌疑人的供述，侦查人员很快找到另外一名嫌疑人的藏身之地。来，下面来，好。电台多了，叫我名字，叫我名字。王威的，下来是莫斯进来的吧？走。啊，下来是莫斯进来。
你直接到百步岭派出所就完了。到百步岭派出所，来，我跟你说，你直接到百步岭派出所找他就完了，好吧？不搞复杂的，不搞复杂的。哎，叫他手机来，把手机，你的电动车呢？王威1988年出生，湖北省武汉市本地人。把衣服展示一下，展打开。从犯罪嫌疑人王威的家中，侦查人员发现了嫌疑人作案时所穿的衣服。同时，他们还缴获了犯罪嫌疑人作案时驾驶的电动车。从案发到这个破案，不到20个小时。其实我们从去年到今年，我们不仅仅是两抢案件能够做到全破，而且90%的两抢案件都是在72小时之内破。经过审讯，两名犯罪嫌疑人对自己的涉案行为供认不讳。那天晚上你们两个在什么地方抢劫了？应该是宝平那边的。你们是怎么到那个地方去的？我骑电瓶车到的。你跟王威怎么认识的？在我们家住的小区里面，就是碰到，以前也是街坊。小时候，郭磊与王威住街坊。10年前，郭磊家搬离原来的街道，没想到10年后的一天，二人在他们居住的小区再次相遇。我们中途有一段时间没见面，就是大概有个10年左右的样子没见面。然后我们就住到一个小区里面去。在小区里的不期而遇，让二人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去那个地方抢劫是谁的主意？我的主意。你的？嗯。当时他之前也是说出去转一下。案发当晚，郭磊因为工作的事与家人发生分歧。我心情也不是很好，跟家里人闹了一点矛盾，然后就一起约着出去，骑着他的电动车出去了，就在路上一时生出了那种歹念。据郭磊讲，案发当晚他们的疯狂行为是临时生出的歹念，可是王威却不这么认为。去抢的时候他知道吗？知道出去干什么？知道。案发当晚8点多钟，王威和郭磊骑车出来，他一直在马路上徘徊。2个小时后，他们来到事发地段。你在那里停了多久？碰到那个被抢的？没停留啊，就这一看着，然后就过去了。我们是迎面走过去的，然后王威就从他的后面，然后过去把他控制住。他是怎么控制住那个被抢的那个受害人的？当时好像就是把嘴巴捂住了，怕他叫出声音。是谁动手夺的那个女的包？那个王威当时控制的人，他没办法拿包，他就把包给我了，然后我就拿着包走了。抢劫得手后，两名犯罪嫌疑人迅速消失在夜色里。为了避开大路上的电子监控，他们特意选择小街小巷行走。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许奎工作站的侦查员凭借过硬的职业技能，不到20个小时就将他们绳之以法了。我们工作站职责有2项，第一项就是视频侦查，第二项就是打击街面的两抢、扒窃和盗窃电动车犯罪。我们秉承的理念就是视频主导，合成作战，精确打击。最明显的是对于两抢犯罪，我们从去年以来到现在，两抢犯罪做到了破案100%。许奎工作站是以许奎个人名字授牌的一个工作站。许奎同志呢，从一个普通的刑警成长到今天，用了很多功夫，用心研究了各种犯罪的心理、犯罪的动机、犯罪的特征，用我们现在的科技结合起来打击犯罪。从许奎这个工作站成立以后，在我们分局、在全市、在全省都起到了引领作用，在打击犯罪的前沿起到了很好的
示范作用。